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anessa， 我身高是165公分，体重是3公斤，三围是32B、24、32。那我的星座是金牛座，兴趣呢是逛街、看电影、吃美食，然后踏青。谢谢大家。你自己的胸部是32吗？对啊，因为我最好看的地方不是在胸部。哦，所以你最有自信的部位是哪？我的双腿。双腿。那可以展现一下你双腿的曲线吗？哎呦，蛮漂亮的。谢谢。所以男生都很喜欢你的腿。对，基本上喜欢我的男生是比较喜欢我的腿，不会 care 我的胸。然后因为你之前是当业务，啊是卖车，是，那所以你会因为外形啊这样子亮眼，表示一下业绩比较好。就是有比较难搞的客人，对，然后我出马之后他就对，他就可能就。比较不会为难我，对，然后就赶快签约这样子，看在我可能是他的菜这样子。通常会怎样穿着去吸引异性的目光？我是蛮喜欢穿短裤跟短裙，然后或者是洋装，对，基本上我的锁骨也还可以。现在可以了。现在，对，我刚好今天遮到我的锁骨。它可以展现你锁骨的部分啊。对啊，就想说，因为想说今天是走运动风嘛，毕竟是高尔夫球。锁骨可以运动 ，OK 的。那好可惜哦。然后你说你是外貌协会哦？对啊。所以什么样的外形是菜的？小眼睛，我是喜欢小眼睛的男生。真的？对，然后细的那种欧巴的。对对对对，然后还那个身高要就是180。对，你很挑哎。蛮挑的。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啊，就是高尔夫球练习场。那你说你平常是个爱运动的女生，然后想说今天让你来打打高尔夫球，然后我们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高尔夫球教练，然后他来教你打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来互相切磋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司机大哥是从远方过来了。司机大哥应该是在哪个老板，然后来这边，然后顺便来录影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，刚好要教他嘛，你会打吗？打什么？高尔夫啊！想说你是超女生吗？会打吗？也不是很厉害。会打高尔夫吧？没打过。哦，那没关系，等下我来教你。好啊，谢谢。会紧张吗？蛮紧张的。那司机大哥教你打，有点不太放心。还好。来，我们就地求道，我们来高尔夫球切磋吧 ，Go。看什么？还不赶快订阅！右下角正妹老司机，快点订阅起来哦！好，现在已经要就定位了哈。那司机大哥，所以你真的知道高尔夫球怎么打？高尔夫球知道啊。那要不要来教一下我们本尼莎一些基本的一些动作啊？基本动作 ，OK。好，我先示范一下。好，这个大拇指啊，你这边，我就是要把它放在这里，然后大拇指要伸直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直接在它的底部这里，有一些扣。是吗？这样子吗？对啊，就是这样。OK， 是这样子。对啊，这样子才是正确的姿势啊。脚的话呢，就是你基本上不能太开。有人会这么开吗？怕万一，怕女生习惯这么开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我们这样子之后呢，然后身体打直，捋肩挺宽。然后这样子来推开。来，教一下我们怎么打。首先手的姿势这样就不行了。对，你要这样。你是想要偷袭女生的？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大拇指要伸直。对，现在跟脚干嘛往前顶？哦，拍手。好，这样对。然后腰的是吗？腰怎么样？腰的部分就是你不要想碰是不是？想扶着腰是不是？对，腰的这样对，好，你先这样，然后
与肩同宽，对。好，然后这地方等一下就这样子推，对。哎呦，哇塞，新大哥，你完全只是假借教学之。没有，我认真教学，就是认。没有，新大哥，我觉得你根本就要乱教了。我觉得还是让本丁才用自己的方式来打。好。但你刚才讲的这么厉害，你要不要先来示范打？先示范嘛，对。好。OK 吗，新大哥？先让老师继续。不要难看哦。来，先示范。这个超赔，这个这个老人的附件是干嘛？超。哇！好丑的姿势，真的吗？来来来，等一下，好好，我试试看。你来教老司机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他这个难看，可是我有打出去。可是我感觉我也打不出去哎。来啊！哎，你的姿势比较标准，因为你的手没有那么。真的吗？就你有在看高尔夫球姿势还是？没有。来啊！没有关系，你的姿势其实100。怎么办？我会这样看你这样挥杆挥的，就是一整个上子这样子。我现在不要先，不要那么大的，不要那么大，好，因为要打很远。好。那我们今天来高尔夫球场的意义是，就是看两位来胡闹。喜欢这支影片，请记得订阅正妹老司机哦。也欢迎大家来追踪我的 IG， 我的 IG 是 ONLY 4567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